哦喽哦喽哦喽，嘟嘟嘟！OK， 来为各位示范鹰陀螺速抓队伍。四吸就好，这个部分四吸就好。那尽量把水柱消掉了，我还是不希望太多水柱，因为现在怪兽帮你转水，你会转很多水，已经够多水。天降是坏掉的啊！刚那个天降是坏掉的。哇靠！那火珠被太多了，兄弟，把它全部消掉。靠！完蛋！我现在要跳起来了。刚那个算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。都火珠啊！啊？那火珠大队的丢啊！这就算失误，你还是可以拉回来啊！自己稍微控制一下，稳定度有啊，速刷也有啊。手速很重要哦。
哦噜哦噜哦噜，嘟嘟嘟 ，KO！ 谢谢各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。因为旁边有人当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百姓，记得分享给你旁边。